后壁区公所办理的社区营造工作坊来到第三场次，即届邀请到我区自然生态公司的负责人曾明显，向校办来介绍社区周边的避震甲水准，为过去到即卖所扮演的角色。他今天是以我们那个小南海及芙蓉皮这个水那个水菌哈，那个皮塘哈，那个湿地的这个观点来跟我们的社区的成员来说明哈，如何把那个生态的这个点融入到我们那个社造里面。那以这种比较亲近我们社区，就刚好是在地哈，那比较亲近的点，那相信可以让那个我们社造的所有的伙伴更能理解，那也更能去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元素来更好的思考。课程当中，曾老师利用调查过程所拍到的鸟啊、甲鱼啊等等的相片，甲古早的地图，带学员实在小南海甲芙蓉陂的自然生态甲环境，做伙来探讨后壁陂塘甲水圳的变化。咱较知影的是嘉南大圳甲雾山农水库嘛，但是伊实际上甲近嘛用这甲十几年啦。咱啦有了解咱后壁这边的这个历史，就知影讲。咱的砖头啊，开砖瓦是两三百年拢有，所以这一百年前到两三百年中间，其实阁有足侪这个水利的设施吼，就是靠这个古早的陂池甲水圳。我嘛希望大家在未来啦，也有机会会当阁甲较侪人介绍咱后壁区这真水的这个陂池甲这个水圳的文化。后壁公所表示，过去三场的课程，包括着有建筑、空间设计、文创美学，也佮有即届自然生态保育，主题相当的多元。最后一场的课程是关系着地方创新的议题，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来参与，透过社区的营造，让地方愈来愈水。南天新闻王玉蝶后壁采访报道。